Thinner curved saw blades makes higher volume yield. 改差品，质量合格，信誉过硬，服务态度良好，服务质量是我们黑蚂蚁。切れ味も精度もやっぱり違います。 坚防株式会社拥有100多年的刀具制造历史，并拥有其他公司无法比拟的独特技术，不断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刀具。如今，在世界的各个地方，都有人在使用坚防刀具。 将传统锻造技术和最新技术融为一体的坚防核心制造技术，能够降低电能消耗的涂层技术，能够减少稀有金属使用量的微小化技术。 能够提高产品成品率的锯片超薄化技术，还有降低切割噪音，从而改善操作环境，以及降低空转噪音的技术。这4项核心技术。 从锻造到刀具制造的专业机器，以至制作，都是坚防独具匠心的发明，是只有坚防才具有的制造工艺。先进的技术，以及营销、开发、制造等各部门的 AE 人员的良好沟通能力，能够充分满足客户的需求。 坚防时刻都在应用最新的切割加工技术，引领时代潮流。坚防的木材加工刀具拥有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先进的技术，为很多国家生产出优质的工业产品做出了贡献。 这里是欧洲屈指可数的 SCA Timbers 木材工厂之一，瑞典北部的 Forster 木材工厂。这里每天都生产大量的地板、门窗框料等住宅用的建材。The yield rate is getting higher. And as we start with this saw blade program, 2006, we had increased the volume rate approximately 1%, maybe a little higher. And that's really good, I think. And of course, it's very important with the quality of the saw blades. Yeah. Better quality of the saw blades, then we have the better productivity, yeah. Better surface on the center boards and the side boards.
拥有良好的耐久性，尖房的钢铁金属加工用的刀具可以精密地加工合金钢、稀有金属等。这里是位于天津南部大约120公里的河北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的河北华阳钢管有限公司。这里生产的用于输油管道的钢管，其高精度的加工深受客户好评。那个咱这个尖房的锯片，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寿命比较好，它是一般这个锯片的这个2到3倍，这样咱们的这个生产效率呢已经大大提高了。那个第二一个呢是精度比较高，那个咱们这个切口的质量特别好，一般在0.3到0.4毫米，这样呢客户比较满意。尖房独特的技术为您提供用于印刷、树脂、环保的各种高耐磨性、高品质的切割刀具。这里是承接多种印刷品的日本爱知县的一家印刷公司西川 Communications 株式会社的图片艺术中心。在这里可以印刷制作各种各样纸质的宣传册、海报、传单、明信片等。まあそうですね。まず最初切った瞬間からですね。音とか刃の通る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感覚みたいなの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うのから違って、まあ、それが長持ちする、維持できてるっていうので、まあ、大きな違いがあるなと思って、やっぱりそれまでは1週間に1度包丁交換をしてたんで、でそれがまあ1ヶ月なり1ヶ月半なり、その精度が続くようになったもんですから、まあ、研磨の値段も多少違うんですけど、でもトータル的にはやっぱりコストダウンできましたね。尖房遍布全国的网络，汇集客户的心声，以营销、开发、制造融为一体的体制，为客户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给客户送上信任。尖房的切割技术超越国界，走向全世界。以印度尼西亚、中国的生产工厂，以及美国、欧洲、印度、巴西的销售网络为中心，尖房的切削刀具满足世界各地客户的多方面需求。尖房作为工业用机械刀具界的龙头企业，拥有在世界上引以为豪的产品制造和供应体制，今后还将致力于创造全球市场的顶级品牌而努力。
坚房自1896年创建锻造业以来，作为工业机械用刀具的综合厂家，追求所有的工业生产所需的切割技术，始终生产最优质的产品。为了生产锯片、洗刀、冷锯等优质的产品，坚房从各个工厂的建立开始，不断扩大事业范围。因此，坚房的事业没有仅停留在日本国内，创业之初培育的面向世界的眼光，现在也作为传统，依然被深深地传承着。坚房今后也将继续创造新的价值，为全球的制造业贡献力量。